原来亲儿子是 HVK30， 原来皮肤多那不叫亲，每个皮肤都是精品那才是亲。没错， HVK30 到目前为止一共就三款传说皮肤，这相对于其他热门武器真不算多，但是它的每一个都值得入手。首先第一款 HVK30 街机霸王，以游戏为主题的街机风格，击杀特效是一个大大的 OK 了，兄弟们。闪烁的霓虹灯倒是在极限画质下显得格外耀眼，这款皮肤呢也是大家入手最多的一款皮肤，一度成为热点大肘子标配。第二款就是目前兽扑小店正在返场的 HVK30 末世霸主，它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击杀计数器和子弹计数器的一款传说皮肤，不细心的玩家根本就发现不了它的子弹计数器。没错，就在这个屏幕人物的下方，安卓用户可以点击左下角了解兽扑小店， iOS 的话要加这个哈，幸运币神话升级材料要比游戏里划算的多。第三款就是目前刚上线的 HVK30 崭新纪元，个人感觉这个皮肤的颜值确实不如前两个，但是机瞄的话是非常清晰，你还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皇冠。经过我的体验下来，它的手感完全不输街机霸王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这三款皮肤其实都蛮好的。玩这把枪我是喜欢带红点，纯属个人喜好，红点可以换成金属背甲带。